主料，中筋粉125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好食材，鸡蛋倒在容器里搅散，加入面粉盐，分几次加入水，搅成面糊，平底锅放少许油润锅，倒入面糊，转动锅，让面糊均匀的铺满平底锅，等面糊凝固后翻面，吃的时候抹了些果酱卷起即可开动。烹饪技巧，在整个摊鸡蛋饼的过程都是用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